大家好，我是奈子茄。海洋改版从8月12日至今已经快两个月了，大家有没有遇过在迷雾里的海盗船呢？我有遇过三至四次吧，都是有靠近海盗船后，海盗船就会咻沉到海底消失不见。海盗船究竟是幻影还是它有实体的呢？我在解这个海洋遭遇的时候啊，就遇到了海盗船，但这次不一样，是有动画的耶。没错，它居然有前置动画。于是乎，我就半信半疑的靠近这艘海盗船。这次的海盗船没有沉入海底耶，一上甲板就看到幽灵战士们在开派对，火速火化他们。嗯，太棒了！我还看了一下风景，海盗船有分上下两层，清完下层的扇之后，就会出现浓浆感染体，就是 BOSS 吧。看这发光的遗失大秘宝，想必奖励应该不错吧。记得我再开一下，开完宝箱任务就会提示请尽快离开，还真的是此地无银三百两，赶紧闪人。回到自己的船之后，海盗船就会被海怪吞噬到海底了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是奈子茄，我们下期见。对了，我在这个位置触发海盗船海洋遭遇任务。